九个的一个排洪系统，我们这个下游的一个部分，啊，这是我们这个水库呢所有的一个主体上的建设。啊，如果说你没有走过呢，你回来呢可以到我们半岛上走一走。然后我们这一个水库呢，它的园区里面哦，除了刚才我们介绍有一个南苑的依山阁这边步道相当完整之外，上链接往下走呢，还有一个区块呢是我们的西周公园，这边的步道相当完整哈，这边的步道呢跟我们依山阁的步道呢都相当完整，连接步道之间也都有一些我们凉亭作为我们的休息的一个区块。哦，如果说你没有走过，你回来的时候车牌可以看看定点，哦，可以来走走看。尤其第三个可以往下呢，走到我们的发电厂，哦，发电厂附近呢还有一个我们的生态公园，旁边有一个南苑的一个停车场在这边，哈，这是我们整个园区啊的一个情形。那我们这一个水库呢，除了在园区你可以走动之外呢，它还有两条的环流路。啊，这两边的环流路的起点呢，尤其左手边这边是以南翠龙服务中心这边做一个起点。啊，你往上开呢，等一下会来到我们第一个行程的一个折返点，我们的龙珠湾。啊，你经过龙珠湾继续往上开。